怎么是你？来这里干嘛？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小爱的地方。一转眼都过去这么久了。嗯，是啊，还是老样子。所以我们的关系是不是也更进一步了？嗯，可能吧。艾丽，我想告诉你，其实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但是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做朋友，当我意识到我自己把自己所有的缺点都暴露给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劫难逃了。所以你愿意把你的软肋交给我，不再做那个刀枪不入的艾丽，让我保护吗？陨石的轨道其实很浅，它在一段时间里呢，看起来就像是要飞出天际之外，但是陨石始终是被地球的引力吸引着的，最终会靠近地球。就像我跟你，我遇到了你，你就是始终牵动着我的未知引力。笨蛋，我不是已经答应你了吗？啊？你真的忘了？啊？答应让我们好好在一起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啊啊！小山，我不需要你保护我，因为我有能力保护好我自己。不过我愿意跟你一起试一试。等累了吧？没，我只是想到上一次这么期盼着看流星雨还是高中的时候。那次我也在，那天晚自习结束之后在学校操场上，对吗？不过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会相信跟流星许愿这种事儿。怎么感觉你不太信啊？遇见你之后我相信你。你许了什么愿望？李善，你是简单呢还是复杂呢？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？在你面前我就是我。那你当初怎么知道我在东角楼？你是不是派人跟着我？我是担心你，怕你出事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只是害怕你会受到伤害，我希望我能第一时间出来守住你。你就当这是一种过度关心吧。但是星儿，我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，相信我好吗？好，我信你。星儿，
我还有一份特殊的礼物要送给你。礼物？心我肯定分你五十个，我的一百个也给你。我的愿望已经成真了。幸福的铅笔，反正都是你。浪漫的故事刚刚开始，思念却已经。Yeah, 用耳机轻轻转动，打开一首。